世界那么大，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却偏偏只爱你一个，爱上你，宁愿一生一世，只为你一人情有独钟。世界那么小，转来转去，我眼里却只出现你一个。人们都说擦肩的时刻，还不如说你没有遇见对的人，或者你没有好好珍惜。对爱并不执着，如果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是从心动到行动，从浅爱到深爱，爱到自己跟自己立约。不管他今后模样如何变化，即使从完美变得残缺，也不能撼动那颗爱他的心和那份真心放真心处出来的情。那个人那份情已经融入到了生命里，成为了生命中的一个整体，今生今世都不可分离。爱一个人不是简简单单几句漂亮的承诺，也不是举着手指发下那些感人的誓言，而是用最好的行动，一直不变的心疼对爱的温暖和牵挂。真爱一个人不一定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恋和那些让人感动到流泪的情诗，而是一个最真实爱的表达和那颗疼你的心。即使是默默不言，那份真情依然在心中美丽如诗如画，那颗执着的心便心甘情愿一直陪伴你到天涯。一份好的爱仿佛像一杯白开水，它能润心润肺。一份真爱离我们并不远，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其实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一份牵挂，一句问候，一句叮咛，一句暖心的话语，一份寂寞时的陪伴，无助时的支撑，伤心时的抚慰，无奈时的拥抱，就是最好的爱。人们常说，有人爱不如有人疼，有人疼不如有人懂，嘴上有你不如心里有你，千万句我爱你不如一个个行动来得实在。一份爱不是爱一时，不是爱一天爱一年，而是爱你一生一世永永远远。一份美好的情缘能让两个人牵手走到人生的尽头，靠的无非就是平淡中相守和那份不离不弃珍惜中的拥有。一生中能遇到一个彼此相爱的人，从心动到古稀，守一份最美的情感，从相知到相惜，牵一双温暖的手，一路有说有笑，一路缠绵，一路温暖，慢慢变老。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